好，我们现在测试的是 4K60fps， 一样防守帧的部分只有 iPhone 11和 GoPro Hero 8有， Note 10因为系统内建的关系是没有防守帧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先一段步行齁，步行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Note 10加它在那个没有防守帧，就是蛮鸟的。好，就这样。我这个是 4K FPS 的4K60fps， 然后是用步行的部分步行测试，步行测试就是跟我一般差不多。